好，上礼拜我们看到这里，就是如果这两个相减，西格玛万不等于西格玛处。好，我们现在西格玛万不等于西格玛处。我们现在 case 是西格玛万不等于西格玛处。那当这两个不相等的时候呢，这一项我们就消不掉了，对不对？这一项就消不掉了。好，所以我们就会产生这一项在这里。那因为有这一项矩阵的关系，所以它会有 x 不 force 乘以 s， 所以它会有平方项。那会有平方项跟一次项跟常数项，所以它是一个二次曲线。那这二次曲线的形态呢，由这个矩阵来决定，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第一个 case 我看到的是，哦，想画的话数学。Sigma 1呢是 0.3 0.35， Sigma 2是 1.2 1.85， 这两个长不一样，对不对？两个不一样呢，我们要有它的什么 Sigma 2的 inverse 减掉 Sigma 1的 inverse， 所以我们先算出 Sigma 1的 inverse 就1除以 0.33 就是 3.33， 1除以 0.35 就是 2.86， Sigma 2的 inverse 就是1除以 1.2 0.83， 1除以 1.85 0.54， 你们算出来，算出来之后，你需要用到 sigma 2的 inverse 减掉 sigma 1的 inverse， 所以你拿这一个 term 减掉这个 term， 对不对？这个矩阵减掉这个矩阵，一减负的 2.5， 负的 2.32， 所有的 eigenvalue 全都是负的。eigenvalue 全正或全负，它就是一个椭圆。好，上次有人说它的接近圆，是没错，因为这是 2.5， 这是 2.3， 对不对？所以它两边是很接近的，可以吗？两个方向是很接近，所以它会很接近正圆，好，会很接近正圆。好，那我们上个礼拜有跑这张图，跑一下看看哈。0.3 0.35 嘛，另外一个是 1.2 1.85 的嘞，好，就给它弄一下，把它不能弄到下面，先取消弄到这里就好了哈。好，我现在乱。跑出来之后呢，你看它是两坨的嘞。好，那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两坨它们之间的交界。我们来转一下 ，OK， 有没有看到？它是一个很像椭圆，对不对？的一个形状，对不对？可以吗？好，那你会觉得它像比较像椭圆或像正圆，要看你的刻度。如果你的刻度呢越一致，你看这边跟这边的刻度如果越一致，这个就会看起来越像正圆。好，那这个你这边是因为它没有补过来，你可以把这个用大一点，好，把这个画大一点，画负四到正四，好，它看起来就会更像椭圆或更像圆，可以吗？好，所以呢，我们现在知道，如果两个 convex 不一样的情况底下，它们之间的这个 boundary 其实会是一个圆。那我们怎么把这一个 boundary 好，把这个椭圆的 boundary 找出来？好，等一下我们会看怎么把它找出来。好，那我们现在再往下，这是新的了哈。来，所以我们刚刚就看到了，好，刚刚是就看到这个 demo 对不对？一高一低有没有？好，然后他们两个在这个地方，蓝色的值比较大，在其他的地方是灰色的值比较大。那灰色值大都判给灰色，蓝色值大都判给蓝色，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判断就是这个 boundary 这个地方，哦，它是一个接近椭圆的一个形状。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 case。好，第二个 case 呢，我们的 sigma 1是 0.1 0.75 对角线， sigma 2呢对角线是 0.75 0.1， 这两个正好颠倒而已，对不对？方向颠倒嘛，所以等一下我会看得出来。如果有一个长这样，另外一个就颠倒，就一定是长这样，对吗？好，因为它只是颠倒 0.1 跟 0.75 互换。好，那我们 sigma 1的 inverse 怎么算呢？也是一样，就1除以 0.1 就是10，对不对？另外一个是什么？1除以 0.75 就是 1.33， 那这个也是颠倒，可以吗？好，我们一样拿 sigma 2的 inverse 减掉 sigma 1的 inverse， 一个是负的 8.67， 一个是 8.67， 诶，一负一正，所以它的所有的 eigenvalue， 它的 eigenvalue 不是全正也不是全负，部分正部分负，那它出来就会是双曲线。
好，所以它就会长得像旁边这样，就会是双曲线，双曲线中间判给某一类，另外两边判给另外一类。好，我们看下面那个图，有没有？你看它会有一个是长这样的形状，我刚刚讲一个是长这样，那另外一个就一定是长这样，对吗？好，那你在这个区块的地方是蓝色的值比较大，所以判给蓝色。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其他的地方，这里跟这里是灰色的值比较大，所以判给灰色。那它们交界的地方就是一个什么双曲线，用别的颜色。交界的地方，交的这个地方就是双曲线，对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好，我先移到前面那一页。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写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毛爱是谁呢？0.100.75。这个马库是谁呢？是0.75，0.1。我只要把它踢进去一下。好，试试看哦。可以关掉了吗？好，所以我们现在到你上个礼拜的最后下课前的 MyLab， 我们一样下面先不好，好，下面等一下我会教你怎么弄，好，下面我们先不管，我们一样先做上面。好，我们再复习一下上面好了，那个东西没有开。我们上次有看到这上面这三个指令没什么问题了嘛，对不对？好，就是把它的变数清掉 ，clear all。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中心在一里，对不对？那我们上次是一个娃娃是这一个，好，0.300.35。我们现在要把它改成谁呢？要把它改成0.100.75，对不对？好，等一下改成这个。那我们的色素一样都是100。好，那是 prior， 等一下我们就用到了。好，后面在做分类的时候就用到了。好，那接下来下面这个呢是属于什么？下面这里呢就是开始画图了，对不对？好，这边是开始。哦，我先把我的这个字分出来。所以我们刚刚说，如果你刚刚要画大一点，你要画负四到十，就把三改成四就可以了，对吗？三改成四，只是画久一点而已。好，其他都不用变。但是我们等一下这个马库要变，这个马库是谁呢？是颠倒过来，是0.75，0.1，这样可以吗？好，就换成这样，好，然后下面都不动，好，都可以一样，好，所以我们就跑到这里就可以停了哈。所以你在大概前面这里，就是下面这一行产生资料31这里按一下，好，不要让它跑。好，所以我们就直接改哦，这边是0.75，然后下面是0.75，0.1，这样可以吗？好，这时候我先停掉。好，我按一下 run， 等一下会留时间给你们写哦。好 ，run， 来看一下哦，我们的形状是长得不一样了，有没有？一个的形状，我们放大，有吗？一个是长这样的嘞，另外一个就会长这样，可以吗？好，因为他们两个 covariance 不一样，看你的中心摆哪里就会不一样。那你有没有发现，它围住的地方？你看它围起来的地方是这边过去判给红色，对不对？这边过来是绿色，同样的这边是绿色，这边是红色，可以吗？好，那我们可以让它更详细一点哈。我们来让它看，你看得出来？好，只是它没有很漂亮而已，可以吗？它没有很漂亮，好，但是看得出来有这样的感觉。好，来试一下看看，好，好。
我把它放大哦，要放大哪一段给你看？应该是这里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改的地方很简单，我们只要改 sigma 1的 sigma 是以前就这里好，我们只要改 sigma 1的 sigma 数，然后把 sigma 1换成0.1 0.75，然后把 sigma 2换成0.75 0.0.1，这样可以吗？好，那就给大家看。好，那接下来我们真的要写二次式。好，那不要忘记我们的二次式，我们等一下写下来给你看。所以你刚刚就要画这个式子，对不对？哦，它的 boundary 是一个二次的形状，那二次的形状我们就用到二分之一的 s 的 transpose as 加上 b 的 transpose as 加 c 等于 0， 所以就会有 s 的 transpose 就会跑出来。哦，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去画那个 boundary， 只是你要注意一下，哦，有的会把二分之一拿出来，有的会把二分之一拿出来，所以你如果发现我把二分之一拿出来的话，可能会有影响的话，那你就要再改一下，好，但原则上应该是不会有影响。为什么不会？要看看有没有影响，要看。其实主要是看这个常数有没有影响。有时候它位置会偏点，对不对？好，那你如果发现你画到的位置感觉不太对，就是它那个程式是没有问题的。好，我这样讲就是为了先消毒一下，我忘记没有没有问题。我下来帮忙看，好，我忘记这件事，我记得是没有。你那个是因为撞到后面，所以它才会有那个地方这样。好，它那个旁边那个值，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差不多了，所以它有时候变不太出来，才会。你可以把那个改的比较差异大一点。好，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下面怎么办呢？下面的话呢，我们先看第一个阶段。好，来，第一个阶段没有问题。哦，我们的 S 呢，一样是用 μ1 跟 σ1 去产生的，产生 μ1 个。然后呢，第二类呢是 μ2 跟 σ2 去产生的，产生 μ2 个，所以没有问题。再来一个是一，一个是二 ，label 一个是一 ，label 一个是二，也没有问题。我们有用 G-scatter 把它画出来，这都没有问题。问题在这里，这边呢有一个叫 Classifier， 我们在分类的时候，这里就会产生问题哦。在 Classifier 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这边有一个叫 linear， 对不对？ linear 就是线性的，所以你如果一直用 linear， 它画出来用的都是线性。那我们现在不要线性，我们现在二次式，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口锥体。那这个单字呢不好记，好，哎，怎么查呢？好，你在 help 这里一样打 classifier， 对不对？好，我们到 classifier 这边来，然后我们这边就会有一个，你看这边会有一个 type， 对不对？ type 就是你要用什么形态的分类器。所以我往下拉 ，type 有哪几个？在这里 ，type 有这几个，有线性的 linear， 对不对？对啊，另外还有一个是 diagonal linear， 对不对？这很像线性的，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我缺几个就是244，还有 Diagram 我缺几个，还有马哈拉也是对不对？马哈拉也是就是用马氏距离，可以吗？所以它会有不同的东西。那我们现在用的，我们只教这个跟这个，可以吗？好，那有些情况下，你如果真的去跑实证资料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你跑这个会出现，它告诉你它的 coverage 不是正定。那 coverage 不是正定的时候，它就跑不下去。这时候你可以去用一些坊间人家写的，哦，那坊间人家写的时候，如果 coverage 不是正定的时候，它会有另外一个，它会想办法找它的 pseudo inverse， 然后强迫把它 pseudo inverse 带进去，那就可以跑，可以吗？好，那我们这边就不管它，我们就一样用这个孔雀题目就好了，好吧？好，所以我们来用这个。Q-U-A-D-R-A-T-I-C 好 quadratic 把它带上去看一下哦，所以呢我们把这个 linear 改成 quadratic Q-U-A-D-R-A-T-I-C 这样就可以跑，好，跑完了我就可以跑这里哦，好，我们等一下先跑到这一行看看，好，所以我现在 run 再 run 下，好，哎，跑去哪？好，哎，先把它弄完，我从头到尾再跑一次哈。好，你说你跑完了之后会出现这一张图，你说你骗我，刚才是这样没有错啊，一个是反单，一个是反单，没有错，对不对？但是你说你骗我，为什么现在是直线，为什么不是曲线？我说这一条是国王的曲线，只有国王才对啊，对不对？好，当然不是哈，它应该要长这样，对不对？对吗？好，那它为什么会是直线呢？因为我们下面没有改，那我们要改哪里，它才会变成曲线？我们再往下看，好，所以你们可以先改这个地方。等一下，因为这里它比较简单哦，所以我先把它讲完好了哦。好，那我们在 quadratic 之后呢，我们刚刚往下的时候不是会有一个 k 吗？这 k 是什么 ？constant 就是这一项，对不对 ？c k 吗？好，就是这一项哦。c。那这边呢有一个什么 coefficient， 它是 linear，linear 是哪一项呢？就是这一项线性的这一项，对不对？然后我拿了线性的这一项。我拿的 s y k linear 再加上 k， 那不就只有哪里？只有这一段，对不对？可以接受吗？那只有这一段的话，你画出来当然是直线啊。你是不是少了什么？少了前面那一项，对不对？好，那依我的经验哦，我记得是没有二分之一啊。好，好，所以我们现在把前面这一项补回来，才可以画图，可以吗？所以我把它补回来，好，那怎么补呢？很简单哈，只有二次的要画图哦，你只有二维的要画图，你三维以上就可以不用画图了哈。好，所以加上什么呢？加上前面那一项是 S 的 transpose， 对不对 ？S 的 transpose 就是现在这里的 SY， 对吗？好，这个 SY， 所以它有一个 linear 正，所以我们要有 SY， 然后乘上 A 矩阵。A 矩阵是谁呢 ？A 矩阵它是 coefficient 里面的一二里面的 quadratic， 可以吗？一模一样的哈，会有个二次的 quadratic。好，乘上谁呢？乘上 A 矩阵，再乘上 S Y。好，好，我先run一次给你看看结果哈。我要看一下它位置对不对嘛？对，哎，位置对了哦，所以没有二分之一，对吗？所以你看它画出来就是一个双曲线，对不对？从这里割开，这边是属于蓝色的，哎，属于蓝色，中间是红色，可以吗？好，好，哎，放大给你看哈，怎么写呢？所以我们改了几个地方哦，来记一下。改了几个地方，我把它改成二次式的，对不对 ？quadratic 可以吗？然后我们要再叫出一个 A 矩阵，它是 quadratic 的，对不对？二次的阵，
这里仔细看这里哦，这里是什么意思？这里的意思是 xy 乘以 a 矩阵，那再乘上什么 xy， 对不对？不是就是这里吗？就是转至 s， 对不对？所以我这里用了一个什么号？这里用的是分号，好，这样可以，好，就改这几个地方。所以你刚刚要画图也蛮简单的，好。你可以说是一个蛮简单的语言。我想这句话那个没有出现，只要改它都不要改，它明明就写得出来。后面那个 SY 是要加一个分号的，对不对？有没有人想帮我加个分号试试看？加在哪里？加在 A 的前面，或者这个前面这里。我自己也没有加过，我不好意思，我猜它会偏掉。一样吗？一样吗？它会偏掉，有偏哦。不是，到底哪一个是对的？糟糕，因为它没有偏很多。好的，我再来去查一下。应该是没有加六分之一是不对。你加看，看一下有没有加，你加了六分之一吗？看，这一边对不对？所以另外一边不见，这边掉，所以是没有六分之一的。OK， 好，没有六分之一才是对的。那一个课本是有，我朋友们在选课本是有六分之一的。教你画图呗，这样学兴趣还有题目吗？最好是秀海跟 P G 的图片，就是那个秀海照片，好，有没有人跑不出来的？都可以哦，有人可以哦。
OK， 好。好，那我们再往下了齁，所以我们刚刚其实就有看到这一张图了，对不对？啊，它的比较漂亮一点，啊，它的不见得是没有画的，对，比较漂亮。好，我们再往下看。好，那这个我就
对吧？那、啊、你可以把图画出来，然后做比较。两张就是四面嘛，对不对？好，那、啊、你不要第一张贴小 B C 的图，那、啊、第二张贴小 B C 的图，你可以把第三张贴 K N 的图，这就是作业。好，什么都没有写，这是最简单的作业。K N 的图就不好画 ，K N 我会教你画，这个图难画。好，那等一下呢，我会。其实我们一再重复做这个动作，我只是希望你回去练习，因为最重要是要会啊，所以要回去练习而已啊。好，接下来我们来 speak data， 我们来看网络上的 data。这个 data 呢，它叫 WDBC， 啊，它是一个古来的资料啊，古法古来的资料啊。然后是，如果我们记错，那应该是 Wisconsin 这个州的州立医院资料。我怕我记错了啊！好，那这个乳癌资料呢？它有分成有良性，这是良性的，这是恶性的，对吗？哦，看得出来差异很大，对不对？哦，它就给它量了几个特征，我忘记几个，等一下我会带你去下载这个资料集。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从什么？我们等一下会花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一步一步的从资料集看过下来，温泉里温 testing， 我们上次都看过了，对不对？然后再用 Classifier， 用另一个 Classifier 去做分类，用 Classifier 去做分类，好吧？好，那有些资料题这个会比这个好，有些资料题这个会比这个好，这不一定，要看资料的特性，可以吗？好，那你在网络上，我们等一下会到最有名的 UCI 的 dataset 那个地方去看，然后教你大概看一下怎么去看你的资料的形态是什么。哎，这我教过吗？我第一堂课有教过没有吗？哦，好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好，我们先教你怎么下载好了，好吧？首先呢，我们开启浏览器。对，我把我的网页赶快关掉，把我日历关掉，把我的行事历关掉。好。然后在 Google 这个地方呢，你可以打入什么 UCI， 所以你要打 UCI， 可以吗？好，然后 UCI 之后按 Enter， 好，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叫做 UCI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一个网站，好，可以吗？可以用它，好，非常简单的。好，那我再点进去这个 UCI 里面。点进去，好，点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这边有好多个 data set， 对不对？好，这个呢，最左边这里有个最新的消息，最新的消息就是，就像我做网页一样会有最新消息，例如它有更新的什么 data set 或什么，比如说有，对吗？它这边会有一个 new data set，new data set 就是最新的，像3月13号的进来一个 data set， 所以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对吗？所以这边有订阅 data set， 所以你自己收集的 data 你想分享给人家，希望人家能够帮你做的话，哎，虽然这个工作是痛苦的，因为收集 data 花很多钱，花很多时间，花很多精力，但是你真的分析不出来，你再来帮你分析，你可以去看看，会不会在哪个地方，你可以把你 data set 放上来给人家用。好，好，再来呢，这边就有一个most popular data set， 你看最 popular 是哪一个？是 Iris， 对不对？因为最多人有，几乎任何的套件里面都会把 Iris 这个 data set 包在里面。好，好，再来下面有一些有 Y 是酒类的资料集，就是品酒的。我记得它有酒的香味、色泽什么，就是它的变数，它的变数是酒的香味、色泽等等啊，比分的。那我现在要用的是这个啊，这个 Cancer 的这个资料集，乳癌的 Breast 这个资料集。好，那你有没有办法看到全部的资料集？我记得有，这里有一个右上角一个 VO data set。好，我们先看 VO data set。好，我把这段讲完啊。那 VO data set 进来之后呢，你就看你的左边。好，它的总共呢有283个 data set， 所以你会做不完，对不对？好，好，你仔细看你的左边哦。左边是这里，这里就会有他的工作的项目，对不对？所以就会有他预设的工作是什么？
或者你要看它的变数的形态是什么，或者你要看它资料的形态是什么，你就可以用这个来加以细分，可以吗？好，那像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一门课主要是教分类，所以你可以看 classification， 反正点 classification， 所以 classification 的资料集最多总共有多少个？201个资料集，对不对？好，所以 classification 最多，然后280多个里面有201个就是做 classification。好，那你还可以再细分哦，例如我现在呢是要类别资料、数值资料还是混合性的资料？那我们现在上课教的全部都是教数值资料，你如果还有类别的资料的话，那有另外一些处理的方式哦。简单一点就是把类别转数值嘛，对不对？好，再简单一点，那就把类别变成一，像有一台汽车的资料，里面有福特车什么车什么车，那就把福特车设成一，把什么设成二就好。上次教一个指令叫 group to index， 它就可以帮你转了，对不对？好，那你我们现在要的是数值资料，所以再点数值资料。好，这样就有两个选项了，对不对？哦，你就可以把你的那个什么资料 narrow down 下来，哦，现在就只有121个 data set， 对不对？好，如果你的资料形态还要再选，你可以选你是多变量还是单变量还是时间序列的啊，泰西里斯的有没有？等等啊，你都可以选。好，那我们现在选的是多变量的，时间序列有时间序列的处理方式又不一样，可以吗？好，那我们现在选的是多变量的，你看就选下来。就从大概是110是不是？哎，现在是102了啊，刚刚之前是多少？一二左边了啊。然后再来，还有你的领域的，好，你是属于生活科学的，还是物理科学的，还是什么，还是 business 的，全部都有，对不对？好，你如果要做 business 的，你点这样五个，做 gain 的没有，可以吗？好，等等，好，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样没问题。你还可以甚至你的attributes 就是那个你的变数有多少个，你的变数少于10个的，10到100个的，大于100个的，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看大于100个的，我是没有看过大于100个的，哦，有这么多个，有 DNA 的资料，哦，所以这个都可以跑跑看，好吧？哦，如果你希望你回去能够用这些实证资料来验证，哦，你在上面下载资料集呢，欸，其实都可以拿来用，好吧？所以我现在被我弄到不知道威斯康星去哪里啊。好嘞，这边就有一个威斯康星的，有没有？这边有real 的，你看这边还有资料形态，对不对？后面都看得出来，有没有它的名字啦， data 的形态啦，还有你的变数的形态啦，还有你的个数啦，跟变数的个数啦，还有哪一年出来的。那我们用哪一个？其实我已经忘记了，因为这 Wisconsin 有三个，一个是原始的，然后一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哦，这是诊断过后的。那如果我没有记错，我应该是用这一个。为什么？因为这是 real 的资料，可以吗？它总共有569笔，然后32个变数，然后1995年的，这样，所以这很旧的资料了，哦，你可以点它。好，点它进来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边会有更细节一点，你看这边就会有告诉它是一个多变数的，对不对？它是一个 real 的资料，它是用来做分类的，总共569个，32个变数，哦，569个 sample， 32个变数，有没有异性呢？哦，这没有，这有点重要，因为有些资料它在收集的过程当中会没有答案，就像小朋友写题目的时候写的，这里不会写，它没有确认的答案，对。所以它有没有对也没有错，所以它就有 V 型 value， 可以吗？好 ，V 型的 value， 哦，我没有 V 型 value， 这是 no。那我个人不太喜欢处理 V 型 value， 好，所以我会把 V 型 value 拿掉，好。然后它是属于生活的，然后它是1995年11月1号，然后它现在是，这个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好，这应该是说有多少网站有信托卡，我也不知道这个干嘛。有看过吗？好，这样可以吗？好，看到这里还没下载哦，下载在哪里？哦，所以下面有介绍，你看这边，我们先把介绍看完哦。所以每一个资料集进来都有介绍，这边有一个 attribute information。好，首先第一个 column， 第一个栏位是 ID， 那第二个栏位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栏位是什么？ and 就是有定义。
另外呢，它有十个 real value 的 feature。哎，不要看好了，又看不懂。反正它有一个像是 distance from the center to point， 然后后面会有一些解释等等。这个部分呢，就是你在写 paper 的时候很重要，因为你写 paper 如果这个资料集对你很重要，你要描述这个资料集，就必须要写一些东西进去。好，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它的总共有十个它的 feature。好，来，所以呢，我们要去把它下载哦。来，下载在哪里呢？这边有个 data folder， 有没有？还有一个 data 的描述，所以你可以点 data 的描述，它会产生一个，如果没记错，它再开一个，跟刚刚的一样，对不对？有没有类似的，对不对？好，再看一次而已。好，然后呢，我们来点 data folder 这里。好， data folder 进来之后呢，哦，没有错，我是来这里。好，这边就会有什么 index 啊，有没有？就会 data 啊，什么 data， 然后 data。这边就有很多的，对不对？那我们用的应该是看不出来，到底是哪一个？好，我们应该是这个 WDEC data。好，你如果不知道，你就自己随便点，好，点点看，好，来，我们点这个 WDEC 这个 data， 好，点它一下进来。好，不然前面的说明应该也有，好，我们点它一下。可以。有点久。你没出来了吗？嗯。啊，为什么我的这么久？电脑慢。对啊 ,504。诶，出来了。出来前面是不是应该是 ID 那些东西？对啊，一堆数字。啊，第一个是 ID 吗？哦，有。好，你看，我们看这个 data， 这太大了吧？不用放这么大。来，你有看到这个 data？ 你进来，你如果用一些那个叫什么编辑器软体，就看得很清楚。第一个是846302，这是你的 ID 对吧？病人的 ID， 但是哪个病人不知道？1995年。现在在哪？在哪？好，好 ，N 就是什么？良性的，对不对？好， 17这样下去可以吗？好，好，那我们把这个东西下载下来。那怎么下载下来呢？再回到上一页，好，我就按右键，然后另存连结，回，然后存，那就把它存到桌面上就可以了。存到桌面上。好，这样我们的 WDBC 的 data 就下来，可以吗？哦，你不一定要存到桌面上，你喜欢存哪里就存哪里。只是我存到桌面上，我就可以看到，桌面上就可以看到一个 WDBC data， 可以吗？好，可以，我们休息一下哈，我们把它下载下来。好了，好不好？要不要载？我在犹豫要不要载。好了，载下来好了，载下里面回去比较好看，可以吗？好，那。PSPad 就在 Google 上面打 PSPad， 然后找到了第一个，我就点它。好，这是 free 的，好，所以我觉得它主要是因为它 free 的，好。PSPad 一个 free edit， 然后从哪边载？哎，哪边可以 download？ 我怎么看不出来？哦，我上次怎么载的？好，我们再往下看。你可以点第二个也可以。好，点下来之后呢，下面会有一个网址。我都不太喜欢在这种地方载啦。哇？诶？那我上次去哪里载的？2013年10月24号，这个。
官方的网站是这个、哦、所以不然我们直接打这个官方网站好了、哦、就直接打 www.pspay.com、哦、很简单，你打这个网址对吗？那你如果本身有阿创媒体的，你也可以用阿创媒体。好，好，哎、欸，他不是刚刚这个吗？是。那这个从哪里载？要按 English 吗？哦，有了，有了，有了。好，按了 English 之后，这边就有一个 download。好 ，download 下来之后，这边就有一个安装版，不要，好不好？我通常都不装安装版，装这个 protocol 这个可稀释的，对吗？好，那就点可稀释的版本。好，这样会不会太快？好，可稀释的版本进来之后，它有一个往下下来之后 ，download 在哪里？怎么没有嘞？这里有一个可稀释的，对不对？好，你把它 download 下来。那因为我本身已经有了啦、哦、所以它出来会出现第一、哦、很简单，就是哎、欸、我再把它放大一次、哦、主要是要 download 这个 download 这里有一个红色，这里还有一个可稀释，对吗？好、哦，把它 download 下来。你为什么拿这个写程式？我学长说用这个写程式啊。你说哪个学长？那个小白兔，还是应该都是用这个？都是用这个。他不是用阿创媒体写啊？哦。有看到吗？没看到，在左边有个 download， 先点英文进去，然后这里有这里，这边有个 download， 第三个，哎 ，download， 哎，然后会看到一个 lib 的那个，这个可稀释，可以吗？可以载吗？太快了，要，太快了，要跟我讲。你可以哦，好，快快点就可以了，我应该 OK 了。载有点久，哦，载有点久，那是网络慢吗？我看一下。好，真的有点久，好，没关系，我先看，我先教你怎么用就好了哈，因为你回去比较会用。那其实我之前已经载好了哈，我之前在上 PyLog 的时候就有了。好，你进来之后呢，你把它解压缩，解压缩之后它会是在一个 PSPad 的 Edit 的一个资料夹里面。在这个资料夹里面你可以找到一个这个 PSPad， 可以吗？好、哦、这个。好，你把这个点两下，这就是可稀释，就是你把这个资料夹放到随身碟带到哪里去都一样。对。好，来。我先把全部都关掉齁、哦、你打开就是长这样。好，长这样我可以把它放一边。然后我把我桌面上的刚刚下载那个档案，这个拖进来就可以了，有没有？它就变得很整齐，对不对？这样子就变整齐了，可以吗？刚看起来很乱，对不对？现在就不会很乱，有没有？这是编号，然后这是阳性、恶性，有没有？好，前面都是 N。好，再来呢，这没问题哦。好，那刚刚有一个。哎、欸，我刚不小心把另外一个东西关掉。那个，你先，如果你要抠的话，在这里编辑，里面有个选择方式，这边有一个叫多行选择，你就可以选多行，就可以这样。可以啊，好、哦，所以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横的选、直的选，它可以，啊、这我们一般 Word 里面它固定都是横的选，对不对？但是我们不可以选某些的 color，
哦，我们现在就可以用 PS Pay 的话，刷一滴流就可以帮你选某些栏，这样可以吗？好，好，这个你回去再载了哈，这个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哈。好，你回去再试试看啊，因为你下载资料集，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你下载资料集拉进来之后，你会看得比较清楚，可以。好，那再来，我们再回到 MATLAB， 我们把刚刚载的重新写了哈，所以我们现在 open 一个新的 new， 一个 new script。好，然后我们给它一个 clear CLC close all， 对不对？好，我们现在把它存档。好，注意哦，现在存档你要存在哪一个位置呢？存在跟你 WDBC 点 data 那个，要放在同一个资料夹，可以吗？好，所以例如我给它存在桌面，好，给它一个名称叫做 WDBC， 好，然后分类 Classification， 随便你给它一个名称，好不好？好，然后就按存档。没有问题，好，先做这个动作。我先开一个 new， 好 ，new， 好，一个 new screen， 开一个新的，好。那这个新的呢，它必须要跟你的 WDBC 放在同一个位置，例如，然后存档的时候，它就一定重新改，你的 WDBC 在哪里，就要存在哪里。那你会觉得，我以前有做过了哦，其实我现在就不会做这种东西了。这，我们常常用到这几个，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懒惰啊，你希望这几个按一个按钮，我记得好像可以在这里设一个按钮，还在上面设一个按钮。新版的我知道它应该在这里设一个按钮，哦，你就给它按一个加，按下去之后，啪啪啪，那些请你开启，它就帮你实行。所以你如果有一些固定型号写好的，你可以自己。看一下怎么设修改，你们 OK 哦？要存在同一个资料夹哦。好，存完了之后呢，我现在要把它 load 进来，好 ，load 进来。好，所以这时候呢，来 ，load load WD。好，你这时候就可以看到，诶，本来怎么会有一个 WDBC 点 mate， 里面有吗？为什么有这么多个？哦，哦，我懂了啦，这个是我在大陆教的时候。好，那我们先不要 load， 先 run， 它会叫你改变资料夹，对不对？可以吗？好，那我就 change folder， 好，你看我就换到桌面去了，有没问题？好，好，换到桌面去了之后，我们这时候再 load， 然后 WDBC， 有没有看到就有点 data， 对不对？好，就把它放进来，好，这时候你 run， 它会告诉你什么？有错，还可以吗？好，我们写了这一行 load green， 然后会产生这个错。有没有人告诉我这个错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个错？是，它是不是哎，这不是数字哎，哦，不是数字，错版的那个 load 不进来。新版的 MATLAB 它可以用一个叫做很像 Excel 的东西，它可以叫它比较新的东西叫什么？好，那个从去年这个苹果这个版本应该有。好，然后呢，我不需要那个方法，因为你大部分的资料集你还是不用那个方法漏，对不对？好，所以你这样漏会有问题的，它会问你怎么办？我们这不是这样漏啊，我们要自己再改变方法。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继续刚刚的那个 PS Pad，
就是 K 的进去，你把所有的 M 改成 1， 把所有的 B 改成2，这样可以吗？哦，用那个方法也可以。好，所以来，我们来看看怎么办哦。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不可以用这个方法，对不对？那不可以用这个方法的话呢？我想一下用什么方法啊、哦？太久没有写了哈、哦，太相信自己了。好，如果不用这个方法怎么办？我们跟刚刚一样哈、哦，把它拉旁边，我们试一下哈、哦。我记得可以这样做哈、哦，你把这个 theta 拉进来。拉进来之后，它应该会开启一个，直接打开，不对，我再试一次哦，给我一点时间，因为我真的忘记了，拉到 workspace 里面来，不对，我记得可以拉进来，哦，对，拉到 workspace 里面去，好。可以吗？它就会 import 好、哦，等它一下好不好？因为它资料比较多，我再做一次啊！好，先关掉，应该会有一个 import 的指令啊，在哪里啊？控里面吗？这个我先关掉。好、哦，这里来。好，就给你看哦。你在home里面呢，应该会看到一个这个 import data， 有没有看到？好，就点 import data， 好，这样比较正规一点哦。然后你就选到你的桌面，好，然后桌面找到你刚刚那个 data， 刚刚那个是桌面里面的档案名称，怎么会没有？选所有的 file， 好，然后选完了之后就会有 WDBC 的嘞，好，然后开启，这样可以吗？好，再做一次哦 ，import data， 先关掉，好，来一步一步来，第一步点这个 import data， 好，点它，是我把它搞太烂了，啊。你们可以载吗？好啦，我还是要耐心。好，真的有。好 ，import 的 data 完了之后呢，这边会有一个，这个它会自动去辨别哪些是 data file， 对不对？可它刚刚没有辨别出来嘛，因为我们找不到，所以你把这个辨别拉下来，改成什么？改成所有的 files， 可以吗？好，所以这时候箭头点下来，所有的 files， 然后 files 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去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WDBC， 是不是？就可以找到这个，对不对？好，那找到这个之后，你点它，然后再按开启，好，等它。可以拉吗？可以，好。进来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几个。第一个是你的 number， 对不对？你的 ID， 这 ID 不重要嘛，对不对 ？ID 如果影响到你跟癌症的分类，那就有问题了哦。所以等一下我 ID 会砍掉。再来，这个会变成我们的 label， 对不对？好，我们的 label。好，那我们的 X 是从哪里？
就从西到后面都是我们的 X， 对不对？啊，这是我们的 K 盘，对吗？好，好，有没有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怎么选哈。好，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从这里是总共有569个，这没什么问题。好，这是 A1 到 AF， 所以我们应该要从 V 跟你是一样，我们要从哪里开始？从 C 的嘞，对吗？好，点一下，这样子就变成 C1， 好，在这里。我不知道你的旧版的是在哪里。旧版的有啊，但是跑出来不一样。我看一下，好。可以吗？到这一步可以齁。好，可以的话呢，我们现在呢把它 import selection， 有没有？好， import data。好，然后它就会把你的 data 糟糕。真的很麻烦欸。它把每一个都变进去。有没有其他的？我再看一下，先不要动哦。这里有一个 matrix， 对不对？好， import 第二个 matrix， 对不对？这个第一个是一个 column vector， 对不对？所以它一个一个 column 进来。好，谢谢谢谢。然后这里给它 import data， 好，这时候呢它就会产生了什么？产生一个 WDDC， 有没有？好，这才是对的齁。来，我把剩下的砍。来，我再做一遍给你哦，我全部砍掉，好不好？先清掉。好，我们再做一次哦。我刚刚会变成一个 column 的原因是因为我选的是哪一个？是 column vector， 好，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点到第二个选 matrix， 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新版的，看一下有什么选项，好不好？好，好，我刚讲的。如果你用的是最新版的，你选 table， 它可以把整个载进来。好，等一下我做一遍给你看。好，进来看到就做，可以吗？好，所以来，我现在选的，我刚是选的 matrix， 对不对？我先做正规的方法哦，选了 matrix 完了之后呢，我选 import data， 有没有？它会把你的 data 载进来，对不对？有没有 WDDC 的嘞？总共有569个30个变数，可以吗？好，那如果我现在呢，这还没有完哦，这个只有什么变数，它有 label 吗？没有，对不对？好，你的 label 在哪里？你的 label 是在 B2， 对不对？可以吗？所以我可以直接按一下 B2 就可以了。好，按一下，跟 Excel 一样，你可以直接按 B2。B2 完了之后，你一样 import data。好，但是这是一个 cell array。好，所以你要选 cell array。因为它是 M 嘛，一堆 M， 它不是矩阵，哦。然后呢？要跟这个要先存名字，好。好，那你刚刚如果要存名字，你就点它，然后把它改 S 就好了，这样可以吗？它就变 S， 点它一下，它就变 S 了，好。然后你再产生一次，但是这时候是 cell array， 对不对？好，所以这时候是 label。所以点它改 X label， 这样可以吗？
好，一个叫 S， 一个叫 S level。不好意思啊，我也在摸哦，因为我第一次用啊。S level。好。可以吗？选 cell array， 然后 import， 然后 import data， import 出去之后呢，再去改什么？改它的名字。可以吗？如果你不用 array 用 match， 那就会变什么？一样吗？会变什么？如果说你有用 match， 记得吗？不然对不对？那一样是 sale， 你给他改成 sale 可以吗？好，可以吗？你要改名字直接选它就可以了，但是我看一下，你刚没有选对不对？哦，它也要放线的，所以它从变大，可以。可是里面谁有没有办法？谁改？谁改？不要可以。不允许，因为刚刚没有选进去，还是你有选？不管啊，反正现在就是可以用就好了。好，来，那我们来看什么叫 table， 来仔细看了，来 table， 我现在从头选，全部选，我全部选，全部选之后，最下面有个 table 有没有？好，你如果选这个 table， 然后 import data。没有 table 就是新版才有，好，你的是，你的是 13B 吗？那为什么我的 table？ 好，然后你 table 出来会变这样哦，这里好，你看 table 出来会变什么？这就是它新版的功能。是不是跟 Excel 的 table 表一模一样？怎样？就是第一个就是你的那个叫什么？你的那个编号。第二个就是你到底是 S 还是 女啊？你到底有 I 证还是没 I 证？两性两个东西。它的后面是你的变数，对不对？然后上面还有栏位的名称，怎么样？跟 Excel 一模一样，可以吗？不可以。可以吗？不。你有没有 demo？ 它是 demo 是跟出来一样。跟它是一样。就是这里我们没有 demo， 可是有人 demo。然后 demo 是跟出来模一样。可以。好吧，那你就是 demo 是，好吧。你是 A 吗？我是 A。你也是 A， 所以 A 是 demo 是，然后 B 就叫 demo。好，不管了啦，它不重要。好，重要是它让我变难用了，好吧？它让我 KK。好，来，那我们现在不管这个了哈。我们现在产生了什么？我们现在产生了 X 跟 S label， 对不对？这两个很重要，我把这两个选起来，按右键 Save as， 我把它存成我们的资料集，好，所以我们叫做 wdbc.mat， 可以吗？然后一样给它存在哪里呢？你可以不用点 map， 它自己会存，好。给它存在跟刚刚资料夹在同一个资料夹桌面，来再做一次哦。怎么做呢？第一步选 S 跟 S label， 可以吗？好，你点了 S， 你再点 S label， 一定会只能选一个，所以你要按住 Control 才可以点。好，好，所以我现在两个都选起来之后呢，那个 WDBC 重不重要？不重要哦，好不好？按住 Control 点 S， 再按住 Control 再点 S label， 好。然后按右键，然后有一个 Save As， 对不对？好，然后再给它一个名称，叫 WDBC， 然后按储存，那你的桌面上就会多露出一个 WDBC.mate， 可以吗？有没有问题？
可以吗？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哎，以后我们就直接load进来。那如果你希望固定你的 training 跟 testing 的话，就是你分好 training 跟 testing 之后，你再把 training 跟 testing 的东西存成 DNS， 这样以后load进来都会是同样的质量，可以吗？好，这样你以后可以有办法做效果。懂我意思吗？可以吗？六个一样存在同一个资料夹，哎，对，同一个资料夹。好，有没有问题？你一定要放在同一个资料夹里面，你才能够设路径，不然你还要再设 pass。好，我没有教你设 pass 嘛，对不对？我从我上课到现在很少教人家设 pass， 因为我们都尽量存在同一个路径里面。好，好的，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程式，终于可以开始写了啊、哦！我们的程式刚 load 不能用，对不对？我们现在就用 load， 然后 WDBC 按 tab 键，有没有？这边除了 data 还有点 mat， 就是我们刚存的，对不对？好，这时候我选点 mat， 可以吗？好，再看一次哦，我做一次哦，你打 load 空一格，然后你可以按打一个 W， 然后就按 tab 键，就会把跟 W 有关的都出来。WDBC 点，有没有看到这边就很多，对不对？就一个点 mat。好，然后这时候你再按 run edit 里面的 run， 有没有？你进来的就会是什么？你进来就只有 W 跟 X 跟 S label， 这样可以吗？好，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只要写这一行就可以了。刚刚那个动作，你可以在哪里做？你也可以在 TS Tag 里面，可以吗？把你的 M 跟 B 全部都改成一至二，对，这样就有数字了。它数字完之后就可以load进来，因为全部都是数字，这样可以吗？就可以load进来，然后再抓你要的单位就可以了。好，那我们load进来之后呢，接下来你会的同学你往下写哦。下来我们要一样。一半当 training， 一半当 testing， 好吧？所以我说我这个code写完，你作业就写，不是吗？对，那你回去你只要把code删掉，就差不多了，对。太简单了，是不是？那我不要写了，给大家。我们写一个就。可以吗？好，可以来。接下来呢，我们一样要分 training 跟 testing， 对不对？好，所以你要记得我们怎么分吗？是 train test， 对不对？好，这都记得蛮清楚的。close， 好，可以的，对不对？所以 close v 这个 a l i n d， 对不对？然后进来，我们要用的是哪一个？第一个是用，我们要用 hold out， 对不对？ hold out。然后呢，我们的 label 是什么？是 S label， 对不对？然后一半当 training， 一半 testing， 所以 P 色多少？ P 色 0.5， 这样可以吗？好，那这时候一 log， 诶，错，哪里错了？哦，打错字了，哦，我也会犯这个错。那一 log 就有 training 跟 testing， 对不对？哦，都帮你分好了。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有 training label 跟 testing label， 所以我们要有 training。training sample， 我们来做轨，好 ，training sample 等于 x 里面的 chain 全部，对不对？然后，我们把 label 变成，啊，算了，不用了，嗯 ，label s label 要不要变成一跟二？啊，把 s label 变成一跟二，好，所以我们再加一行 ，s label 等于。Group to in place， 然后 stay， 好，然后把它 training chain 的 level 就会等于 s level， 然后 chain 这一段你应该会写哦，是你自己写好吧 ？Test 的 sample， 不要打错字就好了哦。S test
对，今天是应该点的。对，然后你弄弄看，我刚好帮你分圈里 ，pasty 各一半，对不对？拉过来一点。可以吗？好，好，再看一次哦。我们用 close blend 就可以把我们的 label 拆成一半一半，一半当圈里，对不对？一半当 s， 好，不要打错字就好了。哦，然后呢，这里就可以看到，你看哦，圈里总共有200 testing 有284个，圈里285个，是尽量一半一半。它不能一半一半的时候，它自己会帮你变成大半一半一半，这样可以吗？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哦。好，然后这边一开始我用的这个 S label， 我把它用 group to index， group to index 就是要把 n 跟 b 把它换成1跟2，有没有理？哦，所以 S label 呢，现在就会变成1跟2。好，从这里写到这里，然后慢慢看看对不对哦。好，那接下来。为了先做第一行，做线性分类型，好，线性分类型我们上次有做过咯，我上次有用 Visualize 做一遍，对不对？你把圈里丢进去，然后 testing， 我只要看这区域就好了，好吧？哎，我不能看图咯，为什么不能看图？有没有人告诉我？它总共有几个变数？30可以看图吗？就不行，对不对？哦，你如果能够发明一个30位的，我就不错。一个先来修正。全部都放在同一个资料夹，然后你再点它上去，好，现在出什么？这时候确定在同一个资料夹，对吧？这时候你要动，然后就会再写上，对，可以吧？你要确定一下你的圈定 sample 是255，那 testing 254个，可以吧 ？testing level 可以吗？还少一个的样子 ，training sample， train label， testing label， testing sample 键，对不对？哦，对句有错误 ，OK 吗？
一样，那你应该吗？好，我们再量一组一次哦，两个再学起来，第一个。分类器怎么用？这就简单了哈、哦。首先呢，我们需要分出它的 label， 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的 label 假设就叫做，我叫做 out label， 或者叫 method 都叫 classify 的结果了哈、哦，所以它叫 class。好 ，class 的话呢，我们用第一个是 LDC 哦，我们不要把版面弄得太漂亮，没有关系哈、哦。好。然后我们用分类，所以用 classify， 很简单的一个分类，对不对？好，分类里面有谁呢？首先第一个 sample 就是我们的 testing， 所以我们现在要放的是我们的 testing 的 label， 对不对？好 ，testing 的 sample， 所以 test 的 sample， 可以吗？好，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哦，刚刚不见了，我希望刚刚要留着，哦，所以重来一次 ，class。然后第一个是 test sample， 好，第二个是 training sample， 所以要 training sample。好，第三个是 group 就是 training 的 label， 所以就 train label。好，再来我们要 linear 的，对不对？所以在 type 这里打一个 linear， 可以吗？我就可以帮你分完，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我现在乱到这里，等一下会交给你。好，好，我乱到这里，乱完之后我们再复习一下，就出现一个 class 的 LDC， 对不对？跟一个 testing 的 label， 有没有？这两个就可以比对，对不对？所以我们 view 一下，哦，看一下这两个。好，你看，好 ，test 的 label 是正确的。分出来的是不一定正确，一分对了，这些都分对了，对，本来二分出来是二，分对了，对不对？但是第十四个被分错了啊，本来是一被分到二，对不对？分错了，所以会有正确跟错误。那我们现在要看正确率，可以吗？好，那正确率怎么做呢？很简单，对不对？所以我们还记得吗？就 ACC LDC 就会等于平均。
水的平均就是 Place LDC 跟 Testing 跟 Test Level 长一样的平均。好，我们弄完看咯，有没有正确率96，对不对？可以接受吗？好，所以来给你们弄，就是这几行而已。你要分类就只要简单的这两行，所以你以后不管你去外面工作来做什么，你要做简单的分类，就这样子，好吧？好，再来呢，这个是 linear 的，啊，如果你要 QDC 怎么办？很简单哦，怎么办？copy 在街上，它改后面就好了，是吧？对。所以会做 linear 应该就做 QDC。要休息吗？
不一样是为什么？这个答案是不应该用的。上课了吗？还没。昨天晚上考。哦，这是 S， 这是 D， 对。这是历史里面这个 copy， 然后贴上，对不对？把这个 linear 改成什么 ？QDC 最 co， 最 p， 最这样可以吗？好 ，UUA， 哎，是少一个 u， 最对不对？好，改个二次的，但是这里可以不可以改一下哈？这里 LDC 改成什么 ？QDC。那你有没有看到新版的？你如果按了 Shift 加 Enter， 它就会把所有的 LDC 都换成 QDC， 不要干这个事好不好？按了之后上面也会变，知道吗？好，好，你可以无聊可以先按按看哈。好，所以我把这个 L 改成 Q， 然后呢，这个 L 就要改成什么 Q， 对不对？好，这时候我再 log 一次看看喽 ，log 完有没有就会有两个正确率了。一个是 LDC， 一个是 QDC， 所以 QDC 有一定比较好吗？不一定哦，要看你的资料的分布形态，可以吗？所以第二部分改哪里？改这里，还有注意要改这个 QDC 哦 ，QDC。KN 可以分 ENN、2NN、3NN、4NN、5NN， 我们通常都要用奇数，为什么？好的，要的话就不要给谁的，他会给一个，然后给速度最小，最小的，对，他让你在这一块，那你用 5NN、7NN 试一下。所以不懂 KNN 在干嘛，你可以写 KNN 分类器，你可以分，就得了哦。K 是最简单的哦，等一下可能20分钟就讲。
这有问题。好，如果你做完的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要看一件，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要讨论那个字，那八字在左。来，上面有一个 0.5 对不对？ 0.5 是分多少出来当 SD？ 所以如果是 0.5 的话，就是 0.5， 一半当 SD， 一半当 全体。那如果我把它改成 0.6， 就是6×8 SD， 4×8 全体，对不对？你现在把这个数字一直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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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看看结果是什么。你就是从0.5但是这样要升，对不对？0.5变0.6变0.7变0.8变0.9变0.95变0.96变0.97变0.98，一直一直升一直升，看看会有什么结果产生。好，越升越高就是你的圈里越少，对不对？ESC， 好，我们现在刚刚讲这个 0.5 改成多少？你们不会有错吗？改成 0.2， 哦， 0.8， 0.8 乱还是可以有 0.9 乱会有错，对不对？来，就是要让你看这个错。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错误是什么？他告诉你说呢，你的你的 coverage ratio 你的 coverage ratio 呢，每一个 group 呢必须要是一个正例。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错误呢？就是你的矩阵它已经不是正例，你的 coverage ratio 不是正例。那 coverage ratio 为什么不是正例？我们刚刚这样降下来吗？降了下来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造成它不是正例，就是你的 training sample 的个数，可以吗？你的 training sample 的个数造成它不是正例，这样了解吗？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产生？这个，好，来，我们写在黑板上哦。因为我的 coverage ratio 呢，它是怎么定的？它是不是？我不管这里是什么，好吧，这个不管啊。它这边会是什么？你记得吗？好 ，x 减掉 x bar 乘上 s 减掉 s bar 的转置，再全部加起来，对不对？好，啊，就全部都用。所以如果是 di 类的 coverage ratio， 就是 ni 分之一，然后这里是 l， 这里是 l， 从一到 ni， 对吗？这是我们的 coverage ratio， 这个问题。好，那我们每一个点是不是减掉 mean， 对不对？减掉 di 的 mean 可以吗？每一个点都减掉 di 的 mean。 好，这个矩阵
这个矩阵你记就好了，好吧？这个矩阵的 rank 会小于等于多少？这矩阵的 rank 会小于等于它本来有 ni 的点，可以吗？ ni 的点假设 ni 是 10， 那它 rank 照理说它应该是10才对，可以吗？好，但是这个矩阵的 rank 呢，中间减掉了一个 b 是怎么来的？所有点加起来取平均，对不对？所以 b 这个点会跟全部的点都一样，所以它会少掉一个点率，所以它会小于等于 ni 减1，关系。好，如果它的 rank 是 full rank， 假设这个矩阵是一个10乘以10的矩阵，那我这个 rank 一定要等于 10， 它才可以算反矩阵，行吗？它才会是一个正定矩阵，不然它会变成半正定矩阵。好，我们来看一下哦，以这个例子来看，这个是多少？这个是它的维度是多少？还记得吗？维度是多少？是不是这个？对，是30，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这个矩阵是一个，是一个30乘以30的矩阵，可以吗？30乘30的矩阵。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哦，我们现在圈里有多少个？现在的Chaining Sample 58，对不对？可以吗？58个Chaining Sample， 58个是几类？两类，所以每一类只有不到30个，每一类只有几个？29个，可以吗？可以接受吗？可以吗？现在这个Chaining Sample 是58个，这是两类的，除以2是多少？29，对不对？所以每一类只有29个点。如果每一类只有29个点，那这个值是多少？这个 ni 是就29，对不对？所以这里就会变多少？29减 1， 所以是28。所以它的 rank 呢，最多到多少？28，对不对？28但它的矩阵是30，它只有28，所以它不到30，所以它没办法求它的 inverse， 可以吗？所以它就不是一个正定矩阵，它是一个正半定矩阵。那个值28那个值一定要等于30才可以，可以吗？好，其实这不是严谨的数学，严谨的数学这里要写什么？这里要写密码 ，ni 减一跟 b 啊，好，我要写这个。所以呢，你一直在降这个的时候，降到某个地方，它就不能跑了，对不对？它就出现错误，对吗？那我一开始就讲哦，有些人家你网络上改的 code 它是可以跑的，因为它不能算 inverse， 我就算它的假 inverse 就对了，算 pseudo inverse 给它。算是多一波子给他，他一样可以跑。哦、好，从这里就可以衍生最后一个，我们这个讲完就休息了，好不好？好，我们 KN 下次再讲。好，所以我们从这个资料里面呢，我们就会发现呢，我们有三个东西很重要。哦，这个部分跟你做研究就有关系了。哦，你包括你是做生意，不管是做生意资料集，还是做我们这种人工智能资料集，或者做财经的资料集，只要你跟资料集有关，跟求 inverse 有关，就会遇到这个困难点。好，哪一个困难点？我现在有三个东西哦。一个是什么？我们资料的大小，对不对？所以以我们这个例子而言，我们的 D 是多少？以我们这个例子而言，我们的 D 是资料的大小，维度是30，30个变数，对不对？所以 D 是30。然后呢，我们总共有几个资料点 ？n 不知道，对不对？好，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是什么 ？Total 的 Chaining Sample，Total 的 Chaining Sample 的个数，可以吗 ？Sample，Number 哦 ，Total Number of Chaining Sample。那 ni 是什么 ？ni 是 Chaining Sample 在 di 类的个数。
可以接受。所以我们现在有什么？这三个之间的关系，全因生活在 DIA 的个数，全部的全因生活的个数，跟我们资料的维度，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 case 来看 ，case 1、case 2跟 case 3。什么是 case 1呢？第一个 case 就是我每一类只有十个训练样本。如果我每一类只有十个训练样本，我总共有三十个维度，对不对？所以我的矩阵应该是三十乘三十哦。但是呢，我只有十个训练样本，有没有等于三十？大于等于三十？没有，对不对？所以它这个 covariance matrix 会是 singular， 它的反矩阵是求不出来的，可以吗？所以他在考的时候就会出现刚刚的问题，就会被估不准，这样可以吗？好，那整体的呢？总共几类？我们只有良性跟恶性，对不对？只有两类，所以每类十个，两类只有几个？二十个，还是小于三十，对不对？所以整体的也估不准，这样可以吗？那这种 case 是什么？估不准。都不用做，好，做 case 就是最糟糕的 case， 我们叫它叫 EO post classification case， 就是非常非常烂的 case。那我们呢，有人就是专门在处理这个，像我做的研究就有一块都在处理这个。如果是 EO post 的情况底下，你看会估不准，你根本不能跑的嘞，或者你的样本都不够，那我怎么让它的正确率提高，怎么让它跑出来？啊，这叫 EO post case。好，第二个 case 是什么？你看我把训练样本增加，对不对？每一类本来十个，我现在给它每一类变二十个。好，每一类变二十个之后呢，我的维度是三十的呢，二十还是小于三十，所以还是不够，可以吗？但是呢，整体的呢，我两类二十乘以二，整体的是四十，四十是比三十大的，所以整体的是够了，对不对？好，这一种 case 好一点。所以我们叫它叫做 poorly post， 还可以啦，还没有生病死亡，对不对？还快生病而已，好，这个已经生病了， poorly post。 那如果是 poorly post 的 case 的话呢，我们只有什么在自己这一类之间估不准，但是整体的是估得准的，可以吗？那这个就好一点的 case。 那什么叫最好的 case？ 最好的 case 就是这样，我每一类给它增加到40，对吧？40是不是大于30，而且大蛮多了，对不对？所以它在估这一类的时候估得准，整体两类是80个还是大于30，所以整体也估得准。所以我们一开始不是用一半一半的时候都可以跑，对不对？好，一半一半就可以跑，正确率又很高哦。所以这种 case 底下正确率几乎是没什么问题的。好，那这一种是很好的，这一种有一个也有一个名称，这种叫太好的，太好的名称叫什么？叫 well case， 可以吗？好，它有个名称叫 well case。 好，那如果从这来看的话呢，我们就是希望什么？我们发现它的正确率是这样，这个可能做不出来，对不对？这个可以做得出来，这个一定做得出来，对不对？好，如果以实验在做的情况底下，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正确率一定会大于这个正确率，一定会大于正确率，因为这个样本数多嘛，对不对？所以它正确率会比较高。那我们在做研究的是希望做不出来的，我们也要让它做得出来，对吗？好，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收集这个很简单嘛，我们除了收集这个很简单，我们可以加一台摄影机。我现在开始从大门口出来，我进来的时候摄影机一直照着你，怎么样？所以现在最近有很多电影，像如果可以去看那个《盾牌侠》，什么叫《盾牌侠》？听我讲，我就不想看。就是有一个人拿着盾牌，就变超级无敌的，知道什么电影吧？好，听我就不想看。那雷神是什么？雷神是拿铁锤，所以雷神就是拿着铁锤下来敲两下就把人击死。盾牌侠就拿着盾牌啊，丢出去，他就飞回来，就是这个。好，
那你最近如果去看那部电影，哎，为什么讲一百小时？它跟分类有什么关系？好，刚刚讲一百小时才太久。我为什么讲一百小时？它跟我刚刚讲的分类一定有关系。算了，好，我想看看，我知道了啊。你去，如果你有去看《杜海小三》电影，其实你如果看那个以前那个汤姆克鲁斯有演过一部电影，就是你到处都有圣经照着你，有没有？或者那个谁有一个黑人，那个黑人叫什么？有一个黑人专门演动作片，跟他一战级那个，一星期战他威尔史密斯对不对？好，威尔史密斯他演一部叫《全民公敌》有没有？他们是机器人，会一直照着他对不对？到处都看得到他。一样的哦，你在《洞海小子》第二季里面也是一样，你在哪里任何的行踪，因为现在有很多摄影机，它都可以追到，它连底下这台摄影机都可以。这个有一家公司，它本来是 IBM， 它卖给了大陆的某家公司，对不对？好，它的 notebook 里面就会装个 home， 好，那上次美国五角大厦的公布，它装个 home， 它想随时启动你的电脑都可以，好，可以在上就可以，好。他装很多摄影机，所以我们可以收集到很多资料。重点是在这里哈，我们现在收集资料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呢，因为我们到处都有摄影机，然后到处看直播，看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收集资料很简单，哦，除了失策难一点，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如果用电脑化失策，收集资料很简单。好，那我们资料收集出来之后呢，所以我们现在会有大量资料，所以我们现在再出一个叫做一个问题叫比对内涵。中央研究院，哦，最近全世界都在做这件事情，包括念财经的中央研究院、经济院什么，都在处理 big data。那 big data 呢，就是我资料拿来之后，我要怎么做分析？哦，这个东西。那当然，你知道拿到手是很简单的，可是呢，我很简单的资料拿到手之后，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标这个资料是哪一类，这个简单吗？哦，这个就不简单了，对不对？好，因为你要把资料标成哪一类，那么多的资料，那么小的资料，对不对？你要标这个资料是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就不一定简单了，所以可能也会出现什么小样本问题，对不对？哦，等等。但是有些资料是很容易标的，那时候就会变成是大样本的问题。好，所以跟大样本的问题做法有点不一样。好，像 big data 有人在做资料，哪些 information 是有用，所以它可以抽取重要的特征出来。好，那我们以后如果机会再上我的课，就再上到啊。好，那我把它讲完。好，所以我们的第一个 case， 第一个 case 就是 MI 不行 ，MI 只有十类，所以你在算这一个的时候，这个 coverage ratio 会挂掉，对不对？对吗？啊，这个 coverage ratio 会挂掉。为什么会挂掉？因为它的 determinant 是多少？是零，对吗？好，所以。哎，这个我不做了哈。好，下一个呢？好，下一个是什么？整体的，我看整体的哦，整体的 covariance， 整体的 covariance 呢？你整体的样本数也只有几个？二十个，对不对？所以它 determinant 还是什么？零，对不对？好，要大于等于三十才可以哦。好，好，所以第一个 case 两个都不行。好，所以这是 EO pose。第二个 case 是什么？ Ni 等于20，对不对？ Ni 等于20，这一类的 determinant 仍然是什么？是零，所以它不能算，可以吗？好，但是整体的呢？整体的它已经40了，对不对？但是我的矩阵只有多少？30乘30，所以它 determinant 是不等于零了，所以它可以算，它的正确率就有了，可以吗？好，好，再来。诶，这为什么是 linear？ 哦，对，它只能算 linear， 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还是不能算 non-linear， 因为每一类的还是不行，可以吗？好，再来第三个 case， 第三个 case 是都可以的，对不对？好，是都可以的，因为这40、80都已经大于30，所以这每一类都 OK 了，所以它可以用 quadratic， 对不对？好， 0.7894， 它也可以用 linear， 对不对？0.9325。好，来，最后一个问题，
问完了，就我们就下课了，因为是最后一张了嘛，对不对？所以一个问题哦，为什么第二个 case 我写下来，我们要想一下哦。Case 2 是什么？是我的 Ni 等于20小于1等于30，但是它已经小于 N 40，对不对？这是第二个 case。刚才我们出现一个，如果它是 linear 的 classifier，我说这个可以算对不对 ？OK。但是我刚刚写了一个 quadratic 的 classifier， 我说它不 OK 的。这个我可以接受，它为什么不 OK 嘛？为什么这个不 OK？ 因为它每一类的 quadratic 只算出来了，对不对？不 OK。那为什么这个 OK？好，我解决完这个问题，我就想着想象什么？用猜的嘛，猜猜。想睡觉的心态，想睡觉吗？精神对吧？为什么 linear 会 OK？ 我们回头来想啊，什么东西会决定你是 linear 还是 quadratic？哪个东西会决定你是 linear 还是 quadratic？ 我花了大概三个礼拜、四个礼拜在讲的。哪个东西会决定？是这两个东西会决定的。第一类的 coverage 跟第二类的 coverage， 它的长得一不一样会决定的嘞。如果呢，这两个 coverage 长得一样，那它就是什么 linear 的呢？如果这两个 coverage 长得不一样，它就是 quadratic 的，对？可以吗？可以吗？可以接受吗？如果那两个 coverage 长得一样。如果那两个长得一样，它就是 linear。如果那两个长得不一样，它就是 quadratic。它可以长得不一样吗？在这个 case， 在这个 case， 它可以长得不一样吗？它的每一类，第一类良性的只有20的训练样本，哎。恶性的也只有20个训练样本，来，可以吗？良性的只有20个训练样本，良性的这20个可以组出它的 quadratic matrix 吗？可以，但是 quadratic matrix 是 singular 的，因为它的维度是多少？30，你只有20个，你根本没有办法算团体证。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算团体证的观点来看，我算不出这个团体证。我也算不出这个环形证，所以你的 quadratic 就不能用，对不对？因为你要 quadratic， 你一定要这个环形证跟这个环形证，可以吗？可以接受吗？好，那它总共有几个？40个，对不对？如果 total 是40个的时候，我 linear 都可以用，因为 linear 是假设什么？假设他们两个人的 coverage 长得是一样。
经典，对不对？所以如果我假设他们两个的口味值长一样的时候，代表什么？我这两个二十个可以一起考虑，二十个跟二十个一起考虑就是四十个，没有？我拿四十个就可以算出一个什么？算出一个共同的口味值，记得吗？所以共同的口味值是一个，它的已经四十个了，它的 rate 已经等于三十了，所以它的 inverse 就存在，所以它的完全值就存在，完全值存在我就可以算。我就可以算出今年的 classifier， 可以吗？可以接受吗？好，所以呢，在第二个 case 的时候 ，poorly post 的时候 ，linear classifier 是可以的，但是 projective 是不行的。但是如果在 ill post 呢，理论上两个都不行，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 ill post 的时候，这一个，如果认这个十个 ，total 加起来二十个，是还是要小于三十个，不能算，对不对？可以吗？好，所以呢，来就试试看，理论上是，哎，我不知道面那个会不会改。所以呢，如果我这里给它改成95，啊，你看它连算都不能算，为什么？因为它的 training 只有29个，对不对？我们仔细看 ，training 只有29个，对不对？29个是不是小于30？整体的 sigma 可以估吗？不可以，对不对？不能算。29个除以2，每一类只有多少个？14个，对不对？14个是也是小于30，所以个别的 sigma 可以估吗？不可以，所以当你的在最烂最烂的 case 底下，他告诉你他是 poor 的 coherence match， 对不对？这些都必须要是正定才可以算，但是你现在是不能算，对吗？那什么叫 poor 的？什么叫 poor 的 coherence match？ 就是把两类的那些 training sample 真的都一起考虑。那叫 poor coherence， 对吗？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现在有三个 case：ill post、跟 poorly post、跟 well post。well post 的就没有问题，都可以算 ；poorly post 的二次是不能算，对不对 ？ill post 的全部都不能算 ；linear classifier、projective 都不能用。它都不能用怎么办？换其他的分类器。好，所以我们才会教 KNN 分类器。好，我知道最后这一段。